简单说有两个规则，第一就是我们大家一起保护科科，让科科最后做了上。因为，哎呦，有人，枪打死你了吗？哎呀，完了，我也要死了，因为我没有枪。我是个死，我打的死，上的死他哦。你 over 了是吗？哇，我第一枪保护了。我大爷，我也是英雄，在哪里保护？这人刚进去就不是太热情了，这个对吧？嗯，是的，这光热了也没情啊，你这进去就 over 了。你们要保护我才开，要不我不开。都稍微体谅一下互相的感受，多玩一会儿。开车过来抓张尼克，我疯了哟！他已经径直朝张尼克那边过去了。外门那人是谁？外门狂热粉丝开门冲过来，被我们打死了，还给谢谢。狂热粉丝，狂热粉丝被打死。漂亮，这怎么？我的妈！七颗还蒙着呢，我没蒙。哦，这个故意让你们的，我还在空中呢，下面就被击毙了。哦，那个人，我直奔可可而去啊！你的爆枪比你的还狠。直奔 QQ 而去了，天哪！你被打到了，那小姐姐也倒了。对，我有。啊，全靠你了，他们下车了。行。Nice。哇！转车，为什么？瘸了我。是谁敢撞你？你被撞，你被哪个面包车还撞倒了，还得跑走了。这衣服也不管用啊，车一撞它也不行了，被压。因为我们一出场就被 KO， 我们改了新的规则，就是说一起保护科科，赢得胜利。我们之前的礼品是价值666元的啊，那个礼品券是吧？现在我们翻倍，改为666×2，改为1366×2，对，就是1300多了，对，就是价值1300多的礼券，好吗？所以大家换个方向，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努力保护可可。上几颗我的，你的啥呀？你跳财了？不是，我在海里面也有人打，你们打我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就为了拿那个什么奖品？2333。不打我私下给你们奖品，听到没有？白鼠过来了，白鼠过来了，没用了，我已经生命倒计时了，在这啊，倒计时了是吗？嗯，白鼠你要快一点，都在我旁边了，跟我磕头呢，对着膝盖都蹭破了。不，白鼠你在这干嘛呢？咱俩相亲了，在这儿，那是拜天地。不是，哎，白鼠也这样。等待白鼠再救，发现白鼠也和你同样的状态。今天晚上啥也没干，光建房间了，还挺有意思的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就老想让你从这一把结束以后马上进入下一把这种状态。他这个很吸引人的，特别有积极性。嗯，特别有趣。哈，怎么了？不是，我在海里为什么也能大家都朝你去了，我们这边没什么人。我真的很想在乎500年。这真是荒野手机，荒野行动。然后谢谢各位朋友参与我们今天的
不太名副其实的这个科科保护科科的这个守护液啊，科科荒野守护液。心情特别不好。心情特别不好是吗？没人保护我。对，我可能下一次肯定比这次进步了，争取一小时开四次房间。开四次房间是吗？科科带他告个别。有点恋恋不舍。恋恋不舍是吗？恋恋不舍。哎，那大家就。房间里面都是刚才曾经打过你的。打过你的人，我就不跟你告别了。